我是 Dream Girls 里的郭雪芙，那在《真爱找麻烦》里是饰演 Lia 的角色。那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角色，也很开心《真爱找麻烦》有了 APP。当你有爱情上的烦恼，二选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上我们的《真爱找麻烦》APP 爱情占卜，可以选择你最好的那一个。